女帝。女帝，女帝，其实我乱掉了，呵呵，所以我们大概一集会介绍多这一点吧。喂、欸，他有，哎、欸，他又出了时装、欸，哎，这假啊，卖闹啊无啊，这个无套装，哎呦你哦，你这个无坐呢哦，那你？Oh my god！ 先讲这三套好了，不然啊你阿威，我好家在宠物才一只呢，啊我真正怎么来讲啊？我现在很乱呢、欸。哇！不要这样子啊！天哪、啊，我们要先讲什么、啊？太多东西可以讲了。怎么办？我们先讲时装好了。来，Oh my God！ 这些到底在搞什么啊？我们先讲宠物好了。所以还可以旋转呢、欸。所以它只能在这个范围就对了。丑八怪呀呀，真是连可以把它放大吗？我说应该要让它在中间吧。剑中有喵星人啊，这是唯一目前我发现的一只宠物哦，所以今天的重点先讲这个。我觉得应该要让它在下面吧。在这里先怪怪的、啊，我不知道可以放哪，你知道吗？今影片到这边，然后我这有一个跟你强调、啊，最重要的是其实是他的主线任务，是自己，是自己，然后我也是慢慢弄。给你们看，这样游戏可以很耐玩，也可以很轻松，然后也可以跳过，一样看你怎么搞。然后你扫荡，然后你也可以解任务啊。欸、啊，他有经常讲，我真的可以取得元宝欸。那、啊、这边是我们的角色，欸、所以可以把三星的换上去吗？我觉得你太偏心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都练三星的就好，你管他几星哦、喔，就二星的砍掉就好啦。这就我们的角色，哦，神都好帅哦、喔，有时候可以变男，也可以变女啊。原看缺什么去敲。是这个。诶，他现在也可以看别人的状态了。